当时王健林说1.2亿卖给了徐明，跟我讲，这是王健林亲口跟我讲，就是说海龙你不在这1.2亿以内，你赶快走吧，我转会费也不要你，你所有的出国转会包括，但是我国内肯定不行嘛，他认为以为我还能到国外去，就是大连万达卖的时候所有的资产包括一个大客车什么一个所有的基地所有的东西，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包括球员一二三线队啊他的基地所有的都卖了，但是他把郝海东这个名字拿出来，说海东因为他不想把我卖到再在实德了，那他肯定他卖了他也不想实德好，然后他说我你都不在名单里，对你走吧，这都是对吧，我不说永远没有人会知道当年的1.2亿里面所有的名单没有郝海东，